魔力水管，噔噔，下午茶时间到喽！啊，哇！啊，怎么又是牛奶呀？牛奶没有味道，不好喝。哦，你们不要，我去拿走喽。我不挑食，全部都给我吧。啊嘞嘞，又有好玩的东西来啦。又是萌萌抢先一步啊。来来来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小朋友们，这是魔力吸管哦。魔力吸管？没错，用魔力吸管喝牛奶，牛奶就会变成各种口味哦。变成了巧克力味，我的是草莓味，嘿嘿，我的是西瓜味，啊，真好喝！一杯哪够呀？我来试试草莓味的水，没水了，这里也没有。奇怪，今天没收到停水通知啊。没有水，我还怎么喝草莓味的水呀？啊，别担心，我们去净水厂看看怎么回事吧。那就交给你们了。嘿，哎，水设备怎么结冰了？水管里也结冰了。哎呀，原来是主设备的保暖系统遭到了火星表面的低温侵袭，发生故障，水都变成冰块，把水管堵住了。胖熊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把冰块弄出来呀。我们可以请消防队长普普来帮忙啊。消防队长火星机甲出动。随机应变，超级百变，波波。百变装甲和你，烈焰神风。微星小助手，出来吧！戴上这个眼镜，你就能接收到小助手看到的画面。
有了微星小助手的帮忙，不用我们亲自进去也可以通水管了。小助手出发。哎呀，没路了，看我的。水口就在下面，胖熊，我们用这个先把进水通道打通吧。嗯。补补，我来帮你。了吧，根本砸不开呀！靠我的吧。补补好厉害啊！好了，这样就没有东西堵住了。补补，先通水试试吧。嗯。哎，来自火星北极的水。来水了，来水了。咦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怎么了？补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糟了，阀门也坏了，因为里面的冰块还在，阀门打开后又有水涌进来，无法流通，储水设备溢满，会有爆水管的危险。补补，怎么办？别担心，超级防水胶。嘿嘿，成功！补补好厉害啊！糟了，如果净水厂瘫痪了，没有可用水，整个火星基地都会无法生存的。什么？没有水，我就喝不到草莓味的水了。哇，牛奶变成了巧克力味。如果冰块也可以融化，哎，有了。嗨，补补，胖熊，你们找到停水的原因了吗？嗯，找到了，因为主设备的保暖系统发生故障。受到火星的低温侵袭，水管里面全都是冰块，而且现在还爆水管呢。我需要升级道具把水管里的冰块融化。了解了，就让我看一下有什么升级道具可以给补补吧。啊，就你了，章鱼加水管，完美结合。百变装甲熔炉升级，随机应变，超级百变，噗噗！烈焰神风，帅气登场！嘿，看我的！水管更替成功！哇，补补好帅啊！加热供水系统启动。
个秘密小惊喜哦，就你了。这是啊，这是蜜桃味的水哦。我喜欢，我要拿回去和大家一起喝。还有呢，西瓜味、苹果味、葡萄味，我全都要。啊，比利老师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回来啦！啊嘞嘞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咦，这是不同口味的水哦，有蜜桃味、西瓜味、苹果味、葡萄味、哈密瓜味、芒果味、香橙味、火龙果味。哇！天哪，补补、胖熊，你们也太棒了吧！不仅修好了水管，还做出这么多口味的水。小意思啦。我要喝，我要喝，我也要西瓜味。我要蜜桃味。西瓜味，蜜桃。别急别急，人人有份。水龙头流出了橙汁。不好意思，应该是我忘记调为纯净水了。先上学，大大的世界等着你，快快乐乐天天在奔跑，蹦蹦跳跳烦恼不见了。不不不不不不，消防队长在这里。不不不不不不，热血警长在这里。不不不不不不，无畏船长在这里。大家别害怕，我的英雄，我的英雄会出现，快点快点快点来到我身边，一路有你守护真的很安全，希望就在。